好啦，看来今天台服应该不会好了。我想，看来今天台服应该不会好。我去玩个韩服好了。我看台服今天要好的可能性是零啊。玩个韩服好了，浪费了30分钟，浪费了一个小时也是没什么意义啊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台服基本上是不可能好的。修好了，可以排积分吗？我刚刚只能排一般啊，一般懒得玩啊，累死了。好啦，等他一下好了。反正就是什么都不要碰到就对了。碰到兔子，宝箱有物品。反正就是只能碰到宝箱跟兔子就对了。他说从来路上得到的东西不会消失。根本看不到。哦，其实水，这也太快了吧！这怎么反应呢？75分啊，不重来，太低能了。好，7500。